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如果你对岛屿住宅有较高要求，但又不想自己劳神费力的开发建设，那么今天分享的这座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私人岛屿 Bass Island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Bass Island 坐落在风景如画的马斯科卡湖中，是该地区最大的私人岛屿之一。它距离多伦多国际机场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从陆地乘坐水上飞机或直升机只需30分钟左右便可到达。该岛占地11英亩，岛上建有一座设计优雅的别墅，该住宅融合了来自全球的现代元素，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度假屋。这座占地8500平方英尺的住宅建于2014年，包括6间卧室、4个浴室套间和2个半浴室，屋内均设有落地门窗，从每间卧室都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滨水风光。这座住宅装修精良，房子的瓷砖进口自意大利和西班牙，所有浴室都安装了日本进口的智能马桶。这里还拥有一个烹饪爱好者的定制梦想厨房，配备了博士和伊莱克斯等顶级家电，包括2个冰箱、1个冰柜、2个灶台和1个双臂烤箱，以及名牌台面和精美的大理石瓷砖。下沉的客厅以及燃烧木材的定制壁炉也为其创造了一个带有温暖氛围的宽敞空间。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数字触摸屏恒温面板，温度可以通过手机远程调节。该住宅还配有一个1200平方英尺的水疗中心，里面有一间芬兰干桑拿房、一间土耳其蒸汽房、一个阻力游泳池、一个热水浴缸和一个带手工加热大理石长凳的冷水池。此外，这处住宅还拥有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和一个带生活区的四滑梯船屋。岛屿中心位置还有一个网球场，旁边就是一个观景凉亭，可以欣赏从日出到日落的迷人全景。岛屿步道环绕全岛，你可以从不同方向享受岛屿和滨水景观。当然，如果你考虑重新布局，这座面积广阔的岛屿也能满足其他的开发可能性。除了目前已经划分好的3个地块之外，还可以增加2个地块。因此，岛上的5个建筑地块足以让你创造出拥有多栋建筑和船库的理想度假庄园。Bass Island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1750万加币，约9500万人民币。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